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2021 IBL 第五人格职业联赛秋季赛常规赛第九周第三天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克苏鲁童话。大家好，我是解说安静。那么即将要进行的呢，就是 GR 对战 XORC 的比赛。是的，那前面一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朱雀打的是真的很有侵略性啊。对，而且很关键，他们拿到了这一场，太关键了，就把所有的压力现在就给到了 GR 跟微博，现在他们就是没有容错了。对，GR 感觉现在就剩下就是真的是华山天险一条路了，他就接下来这一场他必须要赢，而且最好是2-0。就如果这一场他抬了的话，那就真的是没什么机会，对，真没机会了。是，所以说很难。但是呢，我们昨天也说了，其实我们昨天也是我俩解说了 GR 嘛。对，其实我们昨天就说了，就是说还是希望是要给有准备的人去准备的。就是你虽然说现在可能是处于一个被动，但是你仍然要把这个生命线啊，就捏在自己手里，你还是得去赢。对对，而且你真的要考虑你是不是要换那种破釜沉舟，对吧？对，我说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是你要在这种劣势的情况下你要去激进了。对，你不能说在跟人家说磨一下，说磨到第三局什么的没了。对，这最好是2-0。对，其实昨天我们看他们的比赛，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稳健了，保守了。对对对对，就从昨天来看的话，就感觉他们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一种求生欲和一种就是晋级去胜利争取胜利一种欲望还不够强烈。对，所以说希望今天GR能真的是能站出来说去打出这种一种血性吧，打出这种侵略性。对，而对于 XORC 来说的话，他们虽然说现在就是说并没有说参与到这个一个竞争里面去，是，但是他们的风格我们是知道的，他们就特别喜欢去做一个混世魔王，对，特别去搅一下。对，而且就尤其这种时候，对吧，他们就绝对是能砍你一分，砍是砍是一分的。对，而且我们说 XORC 他们也很喜欢整活的，所以说他们会不会说今天也准备了一些中，反正他们现在是放开了去打了， 对吧，我就打出自己的风采，就是我就当一个乐子人，我就去搅一下，对吧。就如果说能带出来一些非常让我们惊喜的套路也说不定，你说欢乐水鬼嘛，这个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他们反而能打得更好，打得更放得开。是，对，这样的话就给到你有压力的队伍你就很痛苦，还好，而且很怕，你知道吧。对对对，你万一说哪里翻车是吧。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确实也要跟前面你像朱雀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情况下他们是放开了。对，所以我觉得GR这边得想办法去放开。是，就我们有句俗话叫什么，叫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对，就现在GR就有点像是有点胆小，他是谨小慎微，一定要赢。对对，他 XORC 现在就是我不要命的那种，就是就我们总结成一句话叫什么，叫狭路相逢。对，勇者胜。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的话，应该会打得很精彩，很有意思吧？说期待一下两队这一场交锋嘛，因为毕竟 GR 现在是站在悬崖边，半个脚已经在悬崖外面了，已经。我感觉他现在是什么？那是得是一只手抓着那个悬崖上的石头，他得让自己撑出去啊。是的，他现在就是。后面还有三场嘛，就每一场都要去赢。对，而且我们说 GR 的话，他后面赛程其实很难打，他包括他最后一场还有打斗五呢，打第一名啊。对对对对，很艰难，所以说每一场都要把握住吧。嗯，好，那看一下 GR 这边成员介绍。求生者空降，然后柚子仔仔金王者皮肤线，求生者傻兜无心，还有四十。嗯，是。今天在后台看到他们，感觉都是有点面色有点凝重啊，加油吧。那 XORC 这边的求生者，首先是新成员啊迪斯，然后一查失效药北离，监管者橙子，求生者一肩加，以及监管者军师九九十三啊。是啊，对于这个 XORC 来说，他们就看看怎么搞事吧。那今天的话是这样的进行一个选图，对啊，也是让橙子先上。我觉得橙子昨天我看他那个雕像的精准度真的太夸张了。哎，对，橙子昨天真的是又感觉就是回到了那一周的那种感觉。对，但是就可惜了，最后的结局啊，就天神下凡了，但是后面结局就水花有点大，反转。对，着陆的时候水花有点大了，就是。看一下这场，那这边的话是无心，他的一个常用角色佣兵病患，救人的0.76次，天时间60.28秒，年分7275.73，152的轮机破译进度，有59的逃生率。是的，无心的话就作为队内现在一个主救人位，他总体的一个发挥还是比较稳定的，有时候呢也能去秀出来啊，也挺关键的一个位置。在队里就以前是不稳定的那个，哎，现在都是什么新神了。对，就感觉有时候有句话也叫说勤能补拙嘛，就确实是他平时也没少练啊。是的。好，然后是 Shadow 的话，轮军演一分5612，牵制时间52秒，破译进度137%，以及逃生率46%啊。
那傻豆的话队内的一个机械师和心理啊，对，傻豆真的是一个个人能力很强的一个选手，是的是的，对，但他可能唯一的一个小问题就是他要稳住心态，就在他心态平稳的时候他真的特别特别强，是的是的，就遥想就当年就是傻豆刚加入 GR 的时候啊，他们那时候就是你有没有感觉他们 GR 打出来那种一种团队的运营一个拉扯的体制，感觉是让我们叹为观止的，是的，这边的话也算是一个新成员四十人的他的一个常用角色，心理加机械，轮军的一个会进度呢148.75，没有救人，迁移时间呢是54.68，延分呢5225.5，是有25的讨论率，就感觉四十现在这个常用角色和傻豆正好是一模一样的，稍微倒一倒，但是感觉我们说啊，有些新人加入我们联赛，可能通常两种位置给他选，一个就是一个像佣兵，那这样的话可能说自保能力强一点，不太容易被手追，要不就是像机械师，那这样的话就是反正也不一定能溜多久，但是说我把瓦保住，两种风格，团队贡献，对对，但是四十感觉最近确实。一来的话就开始心里玩的比较多啊，而且昨天躲雕像很厉害，是的是的，好，那然后是仔仔，仔仔的话轮军演一分6990，牵制时间75秒，破译进度124%，以及逃生率41%啊，仔仔的话就对的一个现在相当于一个万能位嘛，就是但是前锋也在他手里很重要，对的，他的一个现在一个发挥就彻底转型了嘛，是，哎，他们昨天其实也是采用了那种，哎，我第一局我上来不选前锋，我打一个速修，对吧？双救空军佣兵的一个思路，能看出来他们是在想办法去解决他们，怎么样去拿分一个突破的问题的。哎，是的，这边的话是 XARK 的监管者橙子，那常用角色呢是雕刻家蜘蛛，轮军淘汰1.54，击倒呢是5.19，也一分8883.42，有12的四抓率和0.42的一个轮军震慑。是橙子的话，确实是在那一周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从数据上看呢，他的风格有点像什么呢？就可能说我们别的监管者选手，他可能他的一个就是击倒率、四抓率很高，但是橙子呢，他的数据总体很优秀，但是最终他可能一个四抓率就稍微偏低一点，包括他的一个淘汰人数，对，这是体现他一个风格嘛？说还是要稳定一点。是我感觉他就是。追击的时候特别猛，对，压制力巨强，但是很容易创造一个优势，但是他如何要把这个优势保持到最后的胜势，对，好，这是双方的教练啊，那 GR 这边是神佑，那 XJoke 这边是唯一啊，对的，就感觉这两边都是重量级教练，因为在俱乐部里嘛，对，平常也没什么空走一走，对吧，基本上头脑都是在想怎么去针对啊，怎么去训练啊，对，就感觉这两个教练的风格也比较像，就是什么呢，都是感觉就是心思就是全部就放在说这种排兵布阵上，就有时候看到他们就是在后台可能化妆说，哎呀，快点化快点化，我就回去还跟他商量一下战术，就这种感觉啊，对对对，那感觉这张因为 GR 他们主场嘛，感觉他们会拿什么图，哎，你还真不好说，说实话，对，GR的话你要是按平时来说的话可能偏向于有点像红教堂这种，会不会多一点，军工厂红教堂，对对对对啊，军工厂，军工厂，那这个军工厂选出来的话其实对于橙子来说的话倒是问题不大了，对，因为大概率是打雕刻家的，其实这张图也没有能拉开太大的优势嘛，是的，那看一下吧，这边机械师一按前锋先追一抢，给到橙子反手把邮差，哎，那这样的话，那你要是搬邮差的话，那我觉得家这边要不要考虑拿手昆虫呢？对啊，而且掏三猛男也不是不行，是，对吧？来了来了，昆虫先知，再加两个猛男。那因为橙子，你这边知道你不会打帮帮，所以你这一手的话，先知跟昆虫去针对你的雕刻家，对，很难受的呀。哎，那还是拿雕刻。那这样的话，从 BP 上来说的话，是 GR 这边是占了优势的。感觉如果这一局能够就是求生者稳定的牵制加上打配合的话，雕刻家他非常非常难拿节奏，对，你说尤其是我们默认如果说你一追追一个先知的话，他自己有一个鸟，然后到中场的话可能会有虫群和前锋的联动，对，他本身牵制能力是不弱的，就这张图再加上选择的话是很少有撞连点，对，所以你开局基本上你都能在一个点位里溜，你不是在这种小木屋沙包啊或者就是大门废墟里面，你总有一个点能开起牵制，对，其实军工厂的话它的一个刷点是之前有优化过和改过嘛，其实从前是有个特别死亡的一个刷点的， 对吧，但是后来那个改掉了，现在感觉整个军工厂每一个出生点的一个刷点好像都没有那种特别死亡的，对对对，这最好的点也不过是这个监管者在大房子，哎，你其他求生者没有在大房子在外面，然后离比较近，
啊，以前那个说实话想起来有点恐怖。对对对，又有一些不好的回忆啊。就是当时出生在那个小房旁边那个位置，监管者在小门，然后你在小屋最里面，两个人开局的面对面。对，然后求一个教程，如何无伤能转中场，对吧？基本上那时候那个点都是要吃一刀进中场，就是出来就已经半状态了。是的，是的。那看一下这一场吧，双方教练握手。嗯，那确实啊，看一下继儿。没有退路的感觉，因为他们现在必须要争分了。是的，现在第一场下来，这个阵容你打掉后家，你就是要三跑，是，甚至于说你有机会你要去争四。没错，哎，好，天赋方面，三双弹，然后幽冥带圈，那来针对雕后家。橙子这边的话是张狂底牌，那橙子这边也不虚啊，对，他连挽留都不带，他就是要跟你打前期了。是的。好，那即将进入比赛画面。本场比赛是由 XROCK 的监管者对阵 GL 的求胜者，是由解说安将童话为您带来 IBL 现场实况解说。好，这个是左二右二刷点啊，看一下，先往小树林方向去排，脸上这边一个四十，一个无心。对，他的选择呢，就是先往中网这边探，是，就看一下从空地方面有没有能从远处看到四十的先知。我感觉他应该是能锁到这个先知，因为看到这边是佣兵，应该不会去管。哎，看了一眼，哎哎，要尝试一下吗？哇，橙子这边你有想法？我这个想法，但是无心的佣兵现在已经是，哇，你看这个，对，哇，不可往日而语了呀。是的，是的。他是利用了一个弹点，是直接在半路说扭了一个 S 型，扭到了这个门口。对，而且就精准弹进板。对对对对。那前面再拉一波距离，一模一样。两个护腕再来一圈。不过这把密码机好像并不是特别快。是，因为刚才开局的话，四十这边好像也是先拉点了，哎，这边交互夹到一下，那就要硬追了。是的。那真的是要把你按倒了。前面还要再交。那这样的话，三个护腕全部交完。交互能不能夹？哇，好走哎！在一个门框里边躲了一组雕像。是的，前面已经没有雕像了，给一只鸟。鸟，佣兵给鸟，很稳。而且这边小木再进来，你也不好追。是的。那前面再给一个雕像。哇，这边无心是牵制起来了。是的。那橙子手里这个闪现也不太好交，前面雕像有点续不上，还有对，哎呦，昆虫来了，这个联动，我的天哪，哇，来了，哇，这一局佣兵被追，橙子把联动完全打出来了，前面还有宰杰的前锋，那被迫交闪，要不要撞？应该是考虑不撞了，算了，对，因为毕竟是个佣兵，哇，但是，就这个节奏，你再把佣兵击倒，已经三台了，对，而且佣兵还坐得起啊。哇，就感觉佣兵这个待遇不错呀，什么时候有这种待遇，什么鸟啊虫啊全部是保佣兵来的。对，以前都说这佣兵就不管他的。对对对对。哎，这边终于是倒了。击倒了，那这样的话能稍微干扰一下傻豆这一台大防外的遗产。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佣兵倒了之后，所有的人救人都没有化险为夷了。是的。那看一下仔仔的位置，仔仔有没有过来啊？前锋不来吗？来。前锋不来的话，那你这个人就你是有风险的呀。对。而且主要是脸上这边是有一台大遗产的，这不考虑提前赶紧捞走，然后把这个遗产空出来赶紧补完吗？而且这边哇远程这样夹到下开二阶，那坏了。对，这一个夹太关键了，那前锋救人压力太大了。那这一波有二阶超级球，超级球，哎，还是要选择先撞晕了，漂亮。但是还是吃了一炸。对，但是这一波的话，等于说还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救人，佣兵还有机会牵制。是的，是的。其实如果说当时不拉这一波球的话，直接是走入到脸上的话，其实仔仔很容易被双倒的，他都救不了，有可能。对的。哎呦，这边很准二姐，因为没有化险为宜。不过还好这个板子没有玩过。要拖吗？要拖吗？前面有仔仔来了，拉了。哎呦，撞到了。然后撞下来之后，佣兵本身自己还有一个闪躲雕像，那又多拖15秒，还能拉走。那这一局机子够了呀。就所以我们有说，有时候佣兵你真的是开局不能去追的。他这把的一个翻盘点在哪儿呢？在前锋救人，他得让他救不了。但是仔仔那一波拉球是真的太秀了。对，前锋这把也站出来了。这一局前锋佣兵凯瑞，好吧。没错，那外面密码机已经差不多了，三个人都在补。看一下第二波让谁来救呢？因为四十他是吃过刀的。对，四十而且是吃了通缉，不太好。而远端前锋也是吃过刀，那只能让昆虫来，但昆虫有点远。对的，四十这边两个人同时包过来吗？
都好远啊，感觉是要卖吗这个动作？但不能卖啊，这个节奏你卖太亏了，太亏了。哎呀，这个化险为夷还是挺关键的。但是现在，那这样的话可能就要扛一波压力，因为外面两台大遗产还是要分开补的。两个人救，让昆虫一个人补。对，哇，四十，我青龙又白虎，怎么说？人扯上来了，来了。手里这边刀枪有点追不上，给一刀。但是没事，前面还有点球。是，这会儿看昆虫的位置，这密码来不来得及跑过去补？对，而且佣兵是自带一个小化险为夷的。是的，是的。怎么讲？现在这边又卡位、哎，哇，拿命去保。那没关系，密码机九十了，直接传送，直接传送蓝密码机。橙子这边的话也是想要孤注一掷，有点拼呀，能不能把傻都瞄在这里一下？有没有？有了，有了，一下有没有？一下，哎呦，给一个平 A， 那这样的话能转进大房。对，他能走。那现在的话，场上虽然说状态不好，但是密码机已经要压好了。对，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其实也是给到了求胜者这边调状态的时间啊。对的，现在要顶住，哇，没有被炸到，哇，再把一点球拉完，这一局的求胜者。真的是顶住压力了呀，那密码机应该是能开的，而橙子这边没有传送，甚至于说有机会去争，而且是等到了无心那边被摸起来。对的，那现在他会去管门，一个先知跟佣兵，哇，这一局还不好说，还不好说。哦，刚才好像无心那边应该是吃了回光返照器，那看一下这边粉厂投过来，对。没找到人，哎，定到了，那这个先知走不掉了。是，因为地窖在大房子，不在中场。哎，但是哎，再定一下，还是找到。稳了一手。刚才这话四十是被锁在了这个废墟里边。对，四十这边得卡视野出去，但出不掉。是的，而且脸上这个唯一的板子已经玩过了。那有可能把鸟偷出来吗？也不太可能。很难很难，隔着一堵墙，没有吸的机会。这边的话，但队友是能稳挣一个三跑。对，稳先稳住三跑。哎，不对劲啊，他们想摸状态吗？有操作呀，这是摸完之后怎么说？因为这一局佣兵没救过人，他是被追的那个。来了，哎，全家要全家一起来，三个人都有感觉可以摸个道具什么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先知是一个一挂的状态，外面这边开始翻道具了。橙子这边怎么说？意识到要把他往中场挂，中场不能挂大门，挂大门感觉要风险了。挂大门的话容易被偷开。这个椅子吗？啊，这个椅子是有故事的呀。那这个门如果说稍微点一点，是能走掉的，好吧？这个门去偷一偷。但是外面已经开始爆乌鸦了，应该是能察觉到这个动向啊。通缉到了这个关键人物，但是他有护腕。对，他摸了一个护腕。其实不能管他，得管门。对，得管门。五星这边勾引一下，橙子，你看到那个仔仔没有？应该是看到了，应该是看到了。看到那个一炸一刀的仔仔没有？揍他。就是他了，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如果这里是管仔仔的话，另外一边会被偷人。对，选择让昆虫救，很聪明。那仔仔这边拉一点球，前面已经没有板子了，前面还有一家的机会，倒，走不掉。但是门这边还是可以再偷一下，还想弹。但是这个门的话，好像是没有摸过的呀。而且那边的话，昆虫跟先知在摸，等会儿先知可以来偷鸟。是的，哇，不，有说法，这既然好想四跑呀。对，因为佣兵虽然说他这个圈可以不开，但是鸟他可以吸啊。是的。那橙子这边还是要挂，那还是挂回脸上这台椅子吗？哦，要挂在大门这个吧，挂大门这个吧。他就是谁开门我揍谁。是，他反正就是围绕这个门。对，因为你只有佣兵来救人才能开圈，是佣兵不能点门。他现在等于说是要人门双手。对，只要说没有人去碰这个门，你这个人救下来的话你也走不远。人可以救，但是门不可以救。对，人可以救下来。哎，这边的话、哎、拉这么远吗？这么远要秒先知，但是有可能会被犀鸟躲呀。对，哎，前面夹到一 下还行，还要再躲一躲，这里打一刀，先知鸟快了，已经看到已经八九十的鸟了，手上有说法，还要深追四十吗？没事，他有传送，这边躲骗一下，雕像能不能躲？看是能不能秒。哎呦，没炸中。那这样的话，手里还有最后一组，还有一组倒了、倒了。那这个人你怎么说？是，另外一边的门有很多啊、还是要想强留一个挂地下室，门能捞开。那我感觉他甚至可以，也没有摊的必要。对，那边的话，无心是把圈交了。对，就这样稳保一个三跑嘛。万一你这边再让这个昆虫去救我，传送过来，那平局了，搞不好。是的。那GL的话也是这一把是能看出他们GL是打出了侵略性的，特别想四跑，斗智斗勇啊。对，真的双方
这一局下来斗智斗勇，虽然说可能是求生者的一个全程在优势，但是橙子这边也是一直在找机会。是的是的，橙子的话到了最后这段时间他就知道说，首先我要先管门，只要这个门你不开，那你这个人我可以救，其次的话我要确保我要留下一个人，就是我可以劣势，但是我思路清晰，对，你想四出不可以，不可以，对对，哇，好险好险，这真的是双方我感觉都是把血性打出来了。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继儿吧，是能看出他们今天是要真的是孤注一掷要去拼了。哇，你说这个配合，哇，这个佣兵首先他自己的一个牵制好，然后对给到的是什么先知的鸟、昆虫的虫，甚至前锋这边也是想来帮帮乌的，对，包括宰的那两波撞，我觉得太秀太关键了。对，就又敢，就如果说他那一波如果说是不敢拉这波球，其实当时橙子已经是拉开了这个身位往后退了很多了，对，这一波球但凡你没有撞晕你下来的话，你这个人能不能救下来都两说了。是，如果说你选择什么拉椅子，对不对，或者说你这个球失误了，被打断了，那你这局可能就瞬间三抓四抓了。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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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悬啊，确实感觉走到这种不得不去进攻的一个时刻了嘛。好，那看一下赛后数据方面，吉奥这边傻豆的昆虫是破译199，救人一次，治疗两次，牵制了46秒。无心的佣兵总共牵制156秒，仔仔的前锋破译一台，牵制了87秒，以及40的先知破译189，牵制了76秒。对，然后橙子这边的雕刻家是命中23次，击倒了8次。从继而的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他们真的是这一把是全民皆兵啊！是是是，每个人都站出来，就是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能做的都做到极致。是的，是的。对，最后唯一有一点可惜的嘛，因为那个地窖点的位置一直在大房，对，他们很难凭借个人的牵制去走地窖。是，就这个点的话，如果但凡这个地窖是刷在一个小房，可能就真走了，或者是中场，中场对吧？中场的话，我就直接先知硬吸鸟，然后那边两个人直接冲出去，是，或者说第一波的时候先知自己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往中场走。他如果说地窖位置好的话，当时这个鸟我反正我就不以那个卡身位躲为主了，我就当着里面我尽量把这鸟吸出来，我顶着这个鸟我走的概率更大一点，想尽办法给你一个擦刀，对吧？对，因为你不敢打，那我只要专心的去躲这个雕像，躲掉了之后那我这个地窖基本上稳走。没错没错没错，哇，那这样的话是继而在第一个上半回合拿下了一个三跑，是一个3-1啊。那这样的话就是给到皮皮线一个什么一个任务，就是你上去，哎，你可以打帮帮，你也可以打女巫，反正你要保平。对，他反正现在就是说整个队伍的思路，我觉得就是说不要去争取说什么我要到底多少，我现在只要什么，我要大分2-0。对，又要分又要净胜。对对对对，大分2-0，这样的话我这样的话就是首先两个净胜有了，其次的话就是说我确保说我后面还有一个希望嘛。对，但是我们多说嘛，就那天查哥自己也说他们是这个混乱邪恶，对对对对，这个混乱邪恶的阵营是吧，所以不好说。对对对对，看一下皮皮线，皮皮线的话你让他第一回合上来保平的话，我觉得说法还是很多的。看他选吧，他的一手帮帮包括他的梦之女巫，对，或者说雕刻，感觉保平还是都是有余地的啊。是，那看一下 Xrock 这边的成员介绍，首先求生者这边一肩加，肩加的话轮军也一分6315，牵制时间51秒，破译进度161%，以及逃生率52%。肩加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万年老千之位啊，是，他有时候也会去补一个二舅，像病患这样子。现在他的一个牵制都拉得比较满，对，都拉得比较满。虽然说很多时候他不追他嘛，对，因为他玩的一个角色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安全点，然后修。你像这个版本的话，他有时候病患，上个版本有时候守墓人，对吧？对，然后是北离啊，北离的话，轮军也一分6648，牵制时间68秒，然后破译进度114%，以及逃生率43%啊。刚刚是在发功嘛，就现在他们这个背门嘛，背门不知道这个各种规矩啊，对，各种各样的做法了呀。对对对，确实啊，北离的话最近也是成员的各种话题啊，一些比较好玩的梗。是的，这边的话是茶哥啊，他的一个配进的126.07，那救人的0.31，牵时间76.59秒，然后演一分7530.6，有43逃生率。是的，那一查的话其实他也是有摇摆的位置嘛，其实现在最近主玩像机械师祭司，他之前的话也可以去担当一手前锋啊。就我觉得一查就我就特别能感同身受，就是他玩，因为他是一个玩机械师的人，对，他就对于机械师那种刷撞脸的怨念很深。对，他那时候就在经常说，哎，我跟你们说，就选这个图就不要玩机械师，对吧？对对对，这边也是失效药啊，失效药的话轮军演一分7600，排在第五，牵制时间67秒，然后救人次数1.19啊，排在我们目前求生者的第一，破译进度124%，
治疗次数0.31，排在第四，以及逃生率67%排在第五。对，哇，吃消药这个数据，这个在求胜者里边也有点那种顶尖的感觉了啊。确实，就我们说，可能现在这个版本有了病患嘛，佣兵不太值得搬，但是 Xbox 的佣兵是可以值得一搬，要尊重的，对对对对，对可以值得一搬，对对，也不用，也不是说你就一定要去按，但是是要他的佣兵嘛，就是他能把这个角色的上限发挥出来，没错没错，嗯，好，那然后是 GR 这边的监管者 PP 线，PP 线的话，轮军演一分9107，击倒次数5.21，淘汰人数1.95，然后四抓率9%啊。那皮皮线的话，这个数据目前来看的话，稍微有点就是不是那么的突出。是的，对。但是的话，他也是很多时候会去求一手稳嘛。就这个数据其实比较中规中矩。对对对对。对，因为在当前版本下的话，就是你监管者这样的一个数据，其实已经很可以了。是的，是的。啊，毕竟我们的一个赛场上，对吧？又能够去知道你去玩什么角色，提前做好准备，对，带好天赋，然后又有一个四黑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差来。对对对对对，尤其是我觉得和排位最大区别就是，可能排位说求胜者不知道你选的是啥，对。但是比赛中的话，我知道你选了什么之后，我还能去安排一个针对你的天赋。是，对，就是你打排位，你可能哎，我被宿敌之魂，我被红夫人偷袭了，但是你一进去，你知道他是一个红夫人，那你还会修危险机吗？对对对对，对吧？所以说你完全给到的是你两种不同的节奏。对，你包括现在就是很大热都讨论的，对吧？猛男全部选出来，发现对面是个博士，对，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对，嗯，而且你他们可以就是什么，你雕刻家是吧？我前锋就双弹，对，让我来撞救你，我自己还能牵着，那很烦的。是的，但是你排位里你敢这么带吗？你不敢。是的，那看一下皮皮线啊，哎，还是先搬机械师，那这样的话给你打名牌了。对，就想打帮忙嘛。对，帮忙这个先知应该是不打算抢。可以，我觉得，要不前锋佣兵，或者先拿个邮差，我觉得都可以。也可以。佣兵先抢，佣兵先抢的话，那前锋一定要先拿了。哦，先知，佣兵先知，哦，他们也要来一波，就看你按不按前锋，因为你把前锋搬了，我拿空军邮差，哎，可以的。昨天你拿这个阵容打帮忙，今天我拿这个阵容打帮忙，可以啊，啊，两边是英雄所见略同。对，那皮皮线的话，如果说不搬前锋的话，应该是确定要啊搬前锋，嗯，就这两个队伍很有意思啊，嗯。啊，英雄所见略同。那这样刚好，我掏一个空军，掏一个邮差，美滋滋。这种感觉 ，XLOG 有种那种血冷眼的感觉，是吧？直接复制啊！就是你的战术很好、嗯、，OK， 这也可以成为我的战术。对对对对。啊，所以他们这个也非常的看的也很多，观察的也很仔细，学习也很快。对。怎么说后两手就不会不选吗？不选就尴尬了、啊、那不会那就尴尬了 对吧对你说空军邮差不选、哦、两个人脸上夸夸疼是求生者这边如果默认到最后的话是不是两个幸运儿空军、那确实是邮差确实哎哎防雕刻吗雕刻但没必要啊邮差能防两个的、对那这样的话帮帮其实也不是不行啊能接受，我只能就是说空中打帮忙也能接受。对对对但是觉得说你皮皮线搬掉了前锋之后，大概率会去选择雕刻嘛，所以说他们想拿一个昆虫出来针对一下，哦、但是还是可以反手帮忙的呀。对，就是也行，其实就是昆虫稍微没有那么舒服，但是为什么呢？对，就是我趁你给到插刀、给到鸟和给到枪的时候，我再推。是。而且真的帮帮你虽然说可以用鸟可以用雷炸掉这个虫群的话但是其实你本身你也是需要一刀加一炸嘛对他只是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怕昆虫是但是昆虫也是可以操作他的对他、不像说你雕刻家遇到昆虫就是头大就特别无解的对而且昆虫它确实比邮差好牵制邮差虽然说它可以放狗可以弹射嘛是但昆虫它是走地我就能保持一个高移动速度对那帮忙本身就是一个短腿帕尼拉距离是而且虽然说昆虫这个在比赛部版本已经是削过一波了嘛但是它仍然可以说像这它的利用率要比这个邮差放狗会高很多对它每一波它都可以堵窗堵门堵板是的去骗你的雷和你的出刀对对这样的话确实是比邮差
相比下更加安全了。对，但是缺点就是说没有邮差那么多辅助性嘛，就尤其是说一个在前中期的一个破译，包括最重要的我还是说开门站那封地窖信太关键了。对，而且修的就是慢了之后呢，你整个队伍的一个节奏，因为你邮差来破译进度，你两封修信，对，可能最后一台机你虽然远一点或者说你倒得快一点你也能够，对对对，但是你这样选昆虫你就一定要保着什么，你前期牵制的节奏你要联动起来。对，而且有时候这往往就差像邮差那10%的一个破译进度，你像这前面那一把就是的，我就差那10%没破译完，我可能还要需要两个人过来保，然后让一个队友出去补两台。你想你一个人20，两个人40的破译进度，对对 对, 对，那就是约等于什么，外面站一个盲女的在破译啊。那看一下天赋方面，皮皮线这把邦邦是一个风窗八卦阵，然后求生者这边的话是佣兵单一个化险为宜。是的，那么现在进入比赛方面，本场比赛呢是由 X Hawk 求生者对阵加的接吻者，由解说童话卷讲未奈的 艾薇尔 实时赛况解说。哦，小树林出身，这样的话小黄方向是两个人，而且对现在这个点都流行直接去沙包，对，就是沙包堵人，他默认就是不想被追的人一定会拉点嘛，拉到沙包里。哎，但他这波是选择来小木看了一眼再走，但是好像还是错过了肩胛。那这样的话沙包这个留了个一茬给你，对，昆虫就拉大房了，那也行吧。哎，他是直接定到了吗？是应该是有在远端的地平上看到了一堆，哇，就看到你这个残影了，还要卡一个狩猎本能，选择用平 A 它是很省雷。对，但是一查这边骗了一下，是就是拿这个虫来消散掉。哎，这里的话窗口这边有这个，哎，他把虫给收了，那现在这波很危险啊，昆虫其实是他现在等于说一个白板牵制，哎呦，而且有可能会被架死在里边啊，那得想办法要只鸟了，这个位置要只鸟，哎呦哎呦，一波二连没有抓到，好险呐、啊。哇，这个板踩，那再往里面逼一层，还是架在这个角落里面。要往里面牵制啊，往外面走要鸟的。查哥，这边怎么说？丧虫，这边有个二连的机会。丧虫鸟不好给。扎到一下。前面还能强行走窗。哎，这边还能连。走窗的话，扎到一下。哎呦，但可惜手里带的是一个传送。对，但是求生者不走，他们有可能会去预判这个闪现。对，他会去防这个闪现。怎么说，这边还有一个连连机会，哎，连到一下，这个鸟好准，鸟哇，给鸟头铁翻，还好也行，还好这一波的话稍微再牵制一会儿能拖差不多三台了。对，哎呦，前面有风窗，这架子了哇，是把整个通道全部给你封死了。他没有从外面那边绕，他是从里面走，结果这个窗子没翻出去。是他的那个虫群堵的那个路口是后面那个板，他觉得说你会从板那边绕，但结果皮皮现在直接从正面进来的。那这局节奏现在目前于倾向一个平局嘛？对，所以说皮皮现在这一波的话，他的一个任务是要保平嘛，所以说这个人他一定要尽量去死守，同时稍微干扰一下外面密码机。对，要守住。对，得守住，他不能说完全放开了出去找。对，因为对面有一个很会救人的人，而且你还没通缉他。然后看一下帮忙这小短腿的话，丢雷干扰一下，一个遥控雷给到肩胛一点压力。真的敢压呀！是哇，失效药这边千里迢迢过来，应该是要考虑卡满救一波。是，卡到满的话，密码机还是比较难够的。对，因为主要是外面还是一个空军，空军的话队友上瘾，这密码机破译速度相当于一个前锋。是，那中场修完的话要去补佣兵台小遗产。其实这一局如果说你能够救下来26的话还有机会，但是毕竟是佣兵救人不是空军，而且 XROC 这一波如果说你卡着要卖的话，其实很难在开门站完成个33跑，因为你毕竟外面首先空军不谈的话，你先知是个白板直接传送。怎么说这边真补救了，而且先知这里是吃过炸的，对，会被秒啊，哎，直接一个三连炸到一下，不满前面板子一踩，你先知去哪儿呢？没地方可以去，而且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本身肩胛也不太好吸鸟。对，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是遗产级，是哇，又炸到一下，那前面的话一个遥控可以收啊，一个5秒雷先封一下，骗一下遥控雷在手，遥控雷封住位置，这边一个连雷，哎，哇呦，但是肩胛这个走位也非常的细。对，这边的话肩胛躲掉了，但是它是个先知，是的，鸟已经交过，有个翻窗的交互小雷弱，鸟神害人啊。那现在的话求者要起心机，是，而且的话是压住了这台，那这个人的话你要不要过来救一波呢？就你沙包跟大房要修，但是你修的同时你要来救人，是，哇，感觉这样的话可能皮皮线就不单单是个保平了呀。
这一局还真有说法，有说法。他的手椅如果说能拿到节奏，真能赢。对，而且大鹏这个雷，大鹏这台密码键很舒服，是在里边的，他可以干扰到的。对，就北离他现在也不好救人啊，是要知道你在这个位置那边不抖了，他可以直接去拦空军。没错，皮皮线，要大的大能拦一个遥控雷。他看到你抖在这边，确实要管一下佣兵了。是。但是还好，逍遥能把他密码机点开，哇，还行，是逍遥这边还是个无伤，那就有机会了，有机会，有机会。看一下外面密码机情况，哎，炸到一下，炸到一下，还要两下，他还需要炸两下，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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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雷的话，我说这边有机会，哎呦，哎呦，也躲掉了，是逍遥，好躲。这边一颗雷，哎呦，想打线色，但是打到了椅子上。是，那密码机的话应该差不多够，这个搏命时间是能拖出来的。那给先知犀鸟，让先知多吸一会儿。哦，直接打出红圈，那没得吸。开吧，开吧，开吧。哎，他是要等先知，哦，开了，直接亮，直接亮。但我觉得北离他不能开门，他得来帮忙，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大门。是，北离来了吗？北离没有，北离要选择先点门。那剑家自己怎么走呢？剑家中场是地窖，很难啊，感觉。对啊，前面可以架住，这边的鸟多少了？这个遥控雷快出了，还差一炸。鸟快出了，这边的话，皮皮线有意识在躲，但是他雷不多。是，但这样话躲的话也会被拉开身位。看一下这个鸟，怎么说？哎呦，哎呦还是倒了，差一点点。蹭上去了，如果这个雷躲掉，鸟是要出了的。是的，哇，那还行，这一局的话是保住了这个平局。没错，就。看到这个枪没开，说实话枪就有点难受。就作为一个玩空军的人来说，你一整局就把枪没交出来就出门很难受。就有时候可能是一种幸福，但有时候也是一种不幸。对对对，就有时候就是觉得说我这一把我枪都不用交，这把应该是很稳的，对吧？对。另外一种情况说就是我连这把枪都没机会交，我玩空军干啥呢？确实，对吧？感觉他们最后的话，其实争一下空军来开把枪，我感觉有说法，因为你开一枪的话，你这边保证你先知鸟出，鸟出的话。大门能点，大门能点，你现在你就是犹豫一下，你追空军还是追先知？是空军满状态，先知带个鸟，他可能得是这么个思路，就是佣兵那边偷大门，然后的话空军这个小门就放弃，我不点，然后直接到中场来策应一下先知。对，我这把先交完之后的话，你占领他把这个鸟吸出来，两个人一起再去冲大门。对，打一波偷袭嘛。对，或者说你谁身位够，你走大门，我剩下一个人冲地窖。对，也可以。对。但是这样的话他们就选择也是跟你稳了一手平局。那就看第二把。这个稳的平局的话，我觉得对于GR来说是非常希望看到的。对，GR现在就是 OK 没问题，计划第一步已经完成了，现在看这个第二局是能不能说保这个保平反击，或者说直接就给你拿下。是，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主动权接在自己手里啊，看一下吧，有压力啊。对，先看一下本场赛后数据 ，Xjoke 这边啊，一查的昆虫是总共牵制了69秒，北离的空军破译225，然后失效药的佣兵是破译175，然后救人一次啊，很关键。然后剑家这边的先知是破译155，牵制了60秒。那皮皮线这边的帮帮帮帮是命中了15次恐惧震慑，一次击倒了3次。这一局下来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平局的一个节奏打。哎，是啊，求生者这边想三出的话，确实你要更多的一个配合才行。对，其实当时我觉得失效药那一波救人已经是很关键了，已经是。对，他如果说那一波救人，但凡是外面被拦下来的话，很有可能他就是密码只差那么一点点。甚至的话就可能说是一个3抓4抓。对，比较可惜吧。而且帮帮你没法扛刀，你要说这是一个其他的交换者，你可以选择，对，就是我，哎，我佣兵硬扛，反正我有护腕，对对对，开门战不能追我，然后我先只保一个满状态去吸鸟。对，帮帮的话，你扛刀的话，就是谁扛谁就一起留下来，两个人一起吃雷啊。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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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 A O E 的，扛一个寂寞，那没办法，那这一局的话，最后也是保住了平局嘛。双方来说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对，对于 Xjoke 来说可能就是哎有点小亏，但是没事，我还后面能跟你慢慢搞。对， Xjoke 的心里想的是哎没事，我小亏，对吧？对，既然想的是我血赚，还想的是对，哇，这局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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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三跑，因为我感觉他们都是这么想的呢。看一下第二局吧。第二局这边的话到 Xjoke 他们进行一个选图发难。是Xjoke 的话，我觉得整花火的话，他们会不会喜欢玩一些类型的？我觉得整一张唐人街，唐人街说实话，我觉得都不要永眠阵了。对，什么永眠阵，对不对？你这边又有破轮，又有女巫，又有雕侠，我不打。对，给你玩出花来。对，我给你整个唐人街，为什么呢？因为这张图你给到橙子，你想破轮、消愁、消愁、雕刻，对吧？什么都行。是。那我们的比赛非常精彩啊，让我们稍稍休息，马上回来。啊，所以是吧？你玩小房子。
哎，我直接是不让你知道，不不不，可以可以可以。那他应该是闪现。欢迎盖板，直接走直接走，欢迎盖板。进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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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撞得好，好接。我走不掉，走不掉。看我一下，看我一下，能转四合院吗？给你下本，给我给我，来四合院了吗？A 了 A 了 A 了 A 了，定时雷了，定时雷了，定时雷交了 ，OK。OK， 你心鸟了。十一，左小门等攻击接。九，八，接不了。七，三雷死。五。好的，欢迎回到 IBL 秋季赛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克苏鲁童话。大家好，我是九安将。那么即将进行的是 GR 对战 XOC 的第二局的比赛。是的，就感觉 GR 是现在第一步计划完成，对吧？就感觉这个希望的这个小火苗又开始火焰大一点了啊。是，那现在因为他们第一局拿到优势了嘛，是。第二局的话由 XOC 这边选图，看他们搞什么吧。对。搞个什么，对吧？唐人街啊，或者说搞个月亮河啊，给你搞搞操作，整一整。对，我就觉得蛮好的。是，就感觉，其实我当时在休息当中间这个环节，我想了一下，就感觉今天这一场有种什么感觉呢？就继而就有点像一个孤胆英雄蝙蝠侠，然后他遇到的插肉是什么呢？就是小，就是 Joker， 你知道吧？哦，就是为什么你那么严肃这种感觉？就你永远捉摸不透对面可能会就挺合适的，是吧？整点什么出来，对吧？对，就挺吓人的，就你不按套路出牌的，对吧？歌坛主演现在的话遇到了一个这个不得不赢的蝙蝠侠，对啊，然后这只是一种比喻嘛，是是是，一个玩笑话，就这样。两方的话，因为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是的，一边的话是，哎，我可能要维护我所守护的一个正义，我要去赢，对对对，要赢，对吧？我不赢的话，我有不得不赢的理由，而一边就是，哎，无所谓啊，我来搞一搞，我来整一整，对吧？因为胜负的话现在不影响，没错。好，那就要期待一下吧。我觉得我们给GR想想什么策略啊？他这把的话，首先最好是直接再拿下，对吧？对。那在对手选图的情况下，按照你觉得他们会围绕说让皮皮线打得舒服一点，就是说，哎，我让皮皮线先上，可能说让监管者争取一个大优势，还是说继续让求人者去争取一个多跑？我觉得现在肯定是什么求人者打联动，让求人者先上，然后我打配合，然后让监管者去保平。现在这个版本你是要这么打？哎，来了来了，月亮河、哎、很像，好吧？哎、对对对对对。哎，虽然说没能挨唐人街，但是月亮河也是一张就是能整的图，能整花活，对。这个图对吧？什么飞天的，什么开车的，都能搞一搞。好，这里的话也是看到 GR 进行了一个目前来说应该算是个常规辩证啊，是第二回合换上了空降啊，是。那这把的话对于他们来说确实让求者先上了，得争三出啊，得争，甚至得像他们第一局那样去搞四跑，对，得是我冲着四跑的一个方向说我稳一个三跑，对，因为你只有给到监管者没有任何压力的时候你才能够说确定稳健，没错。那看一下双方数据对比，那首先 GR 的求生者，哎，他们其实在之前的几场里边好像第一回合的话只能拿到0.67分是不太理想的，是在第二第三回合的话都能达到一个1点多，但是还是不够理想。那今天的话 GR 确实是焕然一新啊，给我们一种要去拼的感觉了，所以我们期待一下。说实话这个数据在我们现在目前一个版本下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就有一点点，对对对对，不合格，可能在前期的时候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的状态，对，但是现在你已经对吧逼上梁山，你现在不得不上了，是，对吧？你不管说你什么样的状态，你现在必须把你最好的状态拿出来，或者说你必须要超常发挥，没错。那XROC 这边监管者的话在第一回的话通常优势会大一点，在后两回合的话数据也是不太理想吧，
所以说看一下吉尔能不能把握住这个优势，而 Xrock 这边的话看能不能也像吉尔一样，就反正到了我到这一会儿了，来他也是突然脱胎换骨搞点东西出来，你看这边的话教练也是好像感觉他笑得特别开心，那他不会、不会再说就是你看吧，如果说你那个阵容好或者你心情好你就搞一把啊，是那什么 小丑要整起来了是吧，对啊，就上一次看幽兰和小丑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哎呦那要追溯到好古早，对对对对对，可能还那把还是个就是那种惊天地动的那种四跑局，那时候曲总说5Q 真的很久很久很久了，没错没错，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想我们现在至少 IBO 联赛里面还有两个绝活的这个小丑丑皇玩家，不是我觉得这个秋季赛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这个秋季赛厂长杰克红蝶蜘蛛对小丑对对吧，然后之前我们深渊有鹿头对，哇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我真的我觉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对你再往后的话你得往黄衣方面去看了对吧，你像可能黄衣和素闪在提提日程，然后像约瑟夫看看能不能再翻翻，但是太难了太难了，我觉得约瑟夫他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他可以拿出来，在什么时候他是那种拖时间，哎对那我觉得摁拖那你没办法，是的这个监管你没办法，拖时间的话真的是约瑟夫是首屈一指拖时间的神好吧，对对对对对，拖时间的神，就有时候感觉风眼都不一定能比约瑟夫能拖，对对对，那看一下吧，这一局月亮河的话我感觉橙子这边反正我先把这些石也按对吧，然后就看看他是搬先知还是祭司，这边好第一手机械师，第二手先知有点像是要打破轮的意思，对哎我破轮也能选，对啊按掉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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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直接给你把这个小梦想给你掐灭掉，对但是我觉得得防一手，不能搞那种全是猛男的阵容，说实话这样他们现在是不特别不希望你打破轮的，对前锋祭司一选那这个丑不了了丑不了了丑不了，这阵容肯定丑不了对啊搬佣兵、那基本上那就打雕刻家，雕刻家可以看看这边是速修啊邮差什么的，还是说我打稳我打昆虫啊，或者说我打一个病患啊心理这样打配合，是但月亮河的话感觉拿昆虫的话赶路的时间比较久嘛，因为图比较大看点位了，对但对对对对对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他自己牵制很强，对因为他绕着那个河跟你转，然后他跑得贼快，哎对哦、看一下吧，因为他们上一局昆虫打得贼好，是看一下这一局是延续一下还是说有新的想法，对看一下既然是要打一个说偏向于单兵牵制的还是要去打一些联动的，对这图我觉得病患可以拿嘛，就看最后这一手是修得快一点啊还是说打个配合呀，括号还是拿昆虫、配合，哎、哦、心理真的吗，他是觉得说我破轮摁掉了我敢拿心理，他是有点不想让你玩这个红夫人吧我感觉，因为他觉得如果说选了邮差啊或者选了病患你掏红夫人对有点难受，哇哇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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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快快快氧气瓶拿上来，来来了呀来了来了呀来了来了呀整起来了整起来了，哎呀老朋友好久不见的，就他那句话叫什么呢，你不能就这样离开你知道吧，就他这话就很应景你知道吧，就是不但是跟 XO 和自己说的哎，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对吧，也是跟GR说你不能就这样离开，哎，虽然说我现在很兴奋很激动很希望这个鹿头打得效，但是我们理性分析一下这个阵容他追谁不好打的，昆虫他追不了的，主要是上次那个鹿头他顶着那个野人追啊，对这一次这个鹿头他顶着谁追呢，就你知道吧，他可能只能对着像祭司或者说心理去追，昆虫他很难追的，一波钩子虫群直接吞掉你是进 CD 的，对而且这把还有前锋，对前锋其实对鹿头来说是很麻烦的，虽然说我们说鹿头它的一个基础抗晕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你也得抓得到人，就是你好不容易把人一抓我哗哗哗给你撞一波给你断个节奏，没错没错，哎但是不管了好吧、不管了不管了，这个鹿头选出来有想法，对我觉得 XOC 好吧，就今天这个鹿头选出来你们不愧是这个混乱邪恶好吧，可以好吧可以可以，哇昨天看杰克今天看鹿头好吧，说实话这真的是我没有想过的，哎从未设想的道路在我们的一个 IBL 的就深渊见过一次对吧，这个赛季真的有太多角色了，可以可以可以，有幸好吧，那看一下只带了挽留八卦阵，那他是不是带传送了，有可能他应该是一个我猜可能是一个偏向于快踩挽留带传送的那种打法，对而且有可能是就小天赋点满，是的是的是的，
好的，那将进入比赛画面。本场比赛是由 XROCK 的监管者对阵 GR 的求生者，是由解说安将童话为您带来 IBL 现场实况解说。这位置一般般，但是对帐篷里面有个撞脸点，里面这个人是谁？傻兜的祭司，可以追，我觉得不能挑，真能追，对，真能追，而且甚至是最好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打洞困难，只有这边后面一个长洞，没错。哎，打了，看有没有失误这个洞。哎，天赋方面果然是一个快踩挽留八卦阵，然后是偏防抗晕的。对，那祭司能到桥上，但是到桥上你再交一个洞，你没洞了。是。这边的话，橙子一路赶过来，脸上还有一个昆虫。哎，两个人全部赶走，洞先处理掉。他是想让昆虫来站出来，这把。对，他因为绕桥之后的话，祭司不好追的，可能得追昆虫。但是昆虫这边这个虫群怎么说？怎么处理啊？他得预判这个钩子。这好难处理啊。对。这波拉拉近距离了。那前面的话要再等啊。这里进板卡一下的话，你把这个虫打掉吧。是，打了一刀。哎呦，鹿头这个僵直不够快，是。你要是鱼女这种出刀速度，你就能打掉。对的，但是这个位置有什么做法？夹子先封一下吧。后面还有个人，哎，来了，哎呦，疯了呀！哇，这个走位你能躲？是。我的天，这波空降站出来了。但是我们说快踩鹿头，它的压迫力是非常强的。手里这边等一个控制机，好了，刚好卡一下，这波很细节，再拉虫。没事，虫子掉了，这个大 CD 这里能勾，这里百分百能勾，这里是一个百分之百躲不掉的这没事，踩一下板冷静一下，没事，下一波。这个走位太好了，仔仔想偷一手，怎么说？有没有防？抽一刀，抽到了，可以。但是能上车。前面的话，要不要直接传送赶路？有点太近了吧？算了，有大洞，先把大洞处理掉吧。这能攻吗？好像是。讲道理，报告前锋走掉了，那现在怎么说？这个昆虫还是不好处理，还是得追昆虫。而且场面上已经三台了，对，马上三台半了要。这个地方也不好躲，很难躲。行，他走位还是有很好，对，没关系，有快踩啊。对，前面的话，但是虫又好了，是的，不好追，而且车啊，哇，这堵一波上车的路口，这波敢坐吗？敢坐吗？先翻，能勾回来，这里有波勾了，有了，打一刀上车了，上车了，上车，但是有手里有传送，怎么说？传不传？得搞他，那你前锋要不要吃一刀啊？是，说这边高点快跑了呀，先给一刀。前锋还有一整颗球。是，这句话给点压力吧，先把球逼走。哇，外面的话又回满了，直接吹起来。而且心里现在没在修机，你传不了他。哇，这把加求生者的一个配合好顶啊，而且这把空降确实站出来了。没错，这里像隔河沟。这不太现实吧？他躲在那个后面，对对对对，你不躲的话是可以勾的。这里的话感觉前锋球多啊，前锋球多的话没有那么好解掉。骗了一下，没有关系，还有二连勾，还有一勾，但这里的话距离拉开了。这个位置还有说法，拉近距离，球还是多呀。再看了，直接传送，而且你心里这边没状态。是的，这边是一个大一禅吧，击倒在这里有机会。等一个钩子CD 来，三秒钟，一个反弹出去的话没有拉走。这宰墙不能空了，橙子，这个不能空了。稳一下，勾到了，有了。干嘛？这不好吧？这不是，不，那再等一个钩，但是机子是够了呀。对，再没事，钩子又好了。得倒了。先开二阶，知道了。二阶还没开。对。但是等一下，他勾完之后可以开二阶。对，他刚才其实应该是勾一下打一刀就二阶了。但是，他得去搏那个出钩震慑呀，不然这局的话翻不了。这把就是一定要手乙救不下来才能翻。是。但是你别说，昨天也是，杰克也是，守下来才能翻，结果他守下来了。好吧，今天鹿头有机会。鹿头的话要搏一个出钩震慑，而且他开门战，他这个比杰克好打震慑太多了。是。而他开门战有传送吧？这话好像两边都已经贴过来。有传送，这边哎呦，可惜。就这么把钩子交了。对。
那怎么说，现想办法能卡一个过半吗？那两个人救啊，还要等压好，两个人拖卡满，主要两个人是稳救的呀。对，他要守住起点台机子。那守起点机的话，要不要先得拉一个无限钩，得拉一个无限钩，把人拉在这里，就把这台机按住也行。很难，因为密码机很多。对，这边的话高低差，高低差的话从上往下勾是可以的。对，有机会。哎呦，这样的话那边能补状态了，甚至可以洗心的。哦，而且。怎么说？还行，一个抽刀抽死，压住最后一台大遗产，然后那边已经在起心机了。对，那还有一波蓝人手椅的机会吧，但是这样的话可能面临的就是一个压好过来救的情况。对，但是每次开门战的话，因为你要两个人来救最稳，那你开门战的话，两个人你心里是上挂飞。对，他开门战有一个说我快速击倒，然后直接传送再拦一波。对，我先把你做掉，然后再传送。是，脸上这边已经看到空降了，这波钩子很关键。谁修打谁吗？但外面那台机也在修啊。是，空降这边。哎呦，没关系，没关系。好细呀、啊。首先先出刀，出刀的话还有一波钩子，还能勾，钩子没断，钩子没断，秒掉，勾过来。哎呦，空了，没勾到墙，也没勾到人，就可能确实鹿头的熟练度不太够吧。他就是说有些模型他不是特别熟悉。我说他应该是练了，但是月亮河这张图可能练的少了一点。因为月亮河它有很多它是可以穿过去的地方，穿过去就意味着说你没有办法把它作为一个勾点。对，我也正常，谁平常没事一直练练鹿头呀，是吧？是吧？确实。那怎么说，上挂飞的人也没追空降。那外面密码机兴起的也压好了，他得一直勾啊，勾然后拿夹子卡人，再勾压起身。是。怎么说？过来，知道了。放个夹子。放夹。他是要等，他现在不能出平 A。对，那这样直接开亮了。对。哇，这里还是在二楼窗口下面等了一个夹子。他为什么不贴着人放夹子呢？这样的小女主不敢开机的。是。传送过来。前方有球，直接拉球走。但是没关系，直接锁到脸上。有挽留的。这边一刀带走。带走了。那边还有钩子。哇。五星有点走不掉，这个钩子不能断。对。续上。现在橙子这边。锁链勾魂，好吧，看能不能这波第五蜘蛛侠很关键。这钩子不能断。五星，大模型五星，有点被夹住了。来了，贴到脸上了，五星。哎，这个窗口，哎呀，得续一波，有时间限制。哎，翻窗的话可能就断了。骑得好快呀。对。不好追，很难了。对，有机会。哎呦，刀短呀，差一点点。就鹿头的他的二技反身钩，反身钩能不能？哎，骗到了！哎呀，急了，可以出钩，急了！哎呦，太急了！有点乱。他想用钩来减速他。对，想用这个震荡减速，反复震。那又震到了。那应该是留一个。对的。因为你传送也交过了。看一下地胶的位置啊，有没有机会？哎，但是我怎么感觉求生者他们并不想给你留一个呢？是，哇，不信你在干什么？不信，真就欺负鹿头刀短。你怎么在这个地方跟他玩了一年了？对，其实鹿头这边的话，直接放夹子的话是没办法博弈的。他在这个地方快把他的挽留都玩完了。我的天，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比赛吗？你这要说是个杂技，我信哈。哇，这还能躲？完了，这就要搞四跑了。哇，挽留都要拖没了。对啊，哇，这是我不付费就能看的比赛。这边应该有洞，前方还有点球，有洞，有洞，拉不拉？挽留要结束了，不拉。哎，这边可以考虑拉了，你敢打我就拉，攻过来。这是可以穿过旋转木马。得撞传送。怎么说？要得撞传送。但是没有撞，没有撞晕。哎，不追他吗？不传送吗？传了，到门口。拦不住了呀！经典重现，扛刀。哎，不错。哇，有没有扛刀？又是这个门口拦下了一个人。这一波还行，前方没球了。哎，这什么意思？你吓唬谁？啊，没事。干什么？还不走吗？还不走。那就挂，跟你搏震慑，对，好吧，敢不敢？你敢就来了，哎，真挂了，震慑钩有没有？
哦，人家挂飞的，挂飞的，不好意思，忘记了，不是这个他打得太激烈了，忘记了，忘记了，他是那个心理，对对，我在想怎么拖了这么久，哇，是，不行，这局。现在我脑子有点乱，神智有点不清，好吧，我已经忘记他是上挂飞的了，但是这一局真的，可惜，好吧，可惜这一局真的能搞个四宝，最后前锋如果说他，哎，在后面断你一个传送，然后地窖就在脸上，对，四出了，是的，是的，是的。哎呦，主要是他那一波牵制平地牵制，你想心里你看人家白板，你又没啥别的本事，就玩就那两个窗，玩到了挽留都给你玩完了。我们想着本来前锋这里倒了两个钩子勾上去，无心挂飞，飞完了之后再回来挂前锋，这就平了呀。对，然后没想到就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哇，就把我都绕晕了，真的是。就我觉得 GL 这边配合确实是很不错，但是我觉得橙子这个路头拿出来吧，我觉得实话说啊，就熟练度还是稍微欠点意思。确实，对对对，就是前面几波那种小矮墙，就约等于什么，就是他在一片大空地上跑，对，但是你没有勾到，对，但是还是那句话，好吧，今天这一把我觉得橙子能把这个路头拿出来，是是，我觉得已经赢了，好吧。就真的是很意外，好吧，让我们看到能抛出一个路头出来，确实，但是现在要面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求者必须要争三争四了，对，那对于这个 GR 的一个竞争者来说，又是保平，保平，只要保平 对于他们来说现在离这个我们的总决赛就能更进一步，是，就还是把这个希望捏在自己手里了。是，好，那看一下赛后数据啊，那傻豆这把祭司是破译了210，就是治疗两次，牵制了130秒，空降的昆虫破译72，救人一次，治疗两次，牵制了202秒，无心的心理是破译115，救人一次，牵制了187秒，仔仔的前锋是破译188，然后牵制了134秒，那橙子的入头是命中14次，击倒了4次。对的，这一局打下来确实是惊险刺激，对，我只能说就很少见，好吧，很新鲜的感觉。是，其实我们说鹿头在这张图能不能打，可以打，而且是相对来说会比别的图更舒服一点，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模型啊，它是可以直接穿过去，直接是勾动对面的人的，太矮了，对对对 对这边的建筑物都是因为月亮河公园嘛，对，就是本来都是游玩设备，对吧，那你旁边你这个墙不高，是、视野很开阔，对，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它其实有些板去博弈的话，它其实可以去布夹子提前去封住它这些点的，这样的话你没办法跟它反复去绕这个板去玩，就是最后那一波他最后被绕晕了才反应过来啊，我还有夹子，原来我还有夹子，对对，我早点放个夹子他不就绕不了了吗，对对对对对，他其实直接在两个窗口封一下夹子的话，直接逼出去的话他早就击倒了，这样的话甚至有可能还有机会回去管一下前锋的，就你把这个心理一放飞，有可能前锋那边走不掉了，是是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平局了，可惜吧，可惜，对于双方来说都很可惜，对对对 对, 对, 对吧，你像 XL 这边橙子其实是有机会保平，然后对于 GR 这边真的差点私跑，最后如果说扛到那一刀，或者说撞到了传送，真的稳，对，就一定是，而且刚才当时仔仔那个前锋是有点预判你当时要交传送了，对对，有点早，有点早，他直接撞了，而且还没有撞晕，对，他可能离得近一点，我等你那个红色的一个光、就开始摇了，开始，对，出现，我把他一打断，哎，完了，这边橙子知道啊，坏了，对，那就稳死跑了，是，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数据对比，那首先 XROCK 这边求生者还是相对比较稳定一点，在前两回合的话都能达到一个将近平局，然后第三回合稍微下来一点，然后 GR 这边的监管者的话很平均啊，两个前两回合都是能达到1.67分，是的，那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其实对于皮皮线来说我觉得保平的面很大，对、对于他来说压力很小，是，就是只要保平就能2-0干脆利落拿下对手，是，但是你要说压力也有，为什么呢，他其实是特别不想被三跑的，对，那这张图又是一个很容易三跑的，是，那也是看一个赛前采访，是谈一下北离，谈一下本赛季队内发挥以及健身情况，哎，打分的话5分吧，就还不及格吧，有一点表现正常还是会有很多失误，需要提高的话就六轨方面还有救人方面吧，这赛季表现都不错，要最好的话，一查吧，还有下野反正都差不多，因为他可能拿 MVP 次数比较多，是吧？就一般都他六轨，表现不错。增加跟一查，他俩确实出去经常健身，可能就是年轻人吧，想健身好一点的身材。成果，平时看的少啊，暂时还没看到，回去让他们让我看看。
气氛开始紫色了起来。对，哇，你这个紫色，对吧？他们本身也是紫色嘛。对对对对对，就比较有意思。确实。看一下吧，这一局的话，起码要争一个三。哦，我给你看到鱼线这边嘴角挂着了笑容了。对，但是。还是有压力，说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他现在就是可能他这一小局就决定了说整个这个赛季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他是绝对绝对不能被三跑的。对对，那怎么说吧，选什么红夫人邦邦，对吧？那你还有什么能打平局呢？鱼女，鱼女，哎，皮皮线鱼女好像没见过他玩。对 对, 对, 对，但是没关系，这个第二局他也有女巫，是对吧？这图的女巫还是挺猛的。对，但是女巫的话会不会有点太，怎么说呢，就是保平的角色很多，对，就是拿女巫出来保平的话会不会有点不太稳妥呢？看阵容吧，看他自己。其实其实一个是看选手熟练度，是，就是你能不能保持住清晰的思路。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对面的阵容适不适合。哎，他选择很多啊，我觉得你要特别保平的话红夫人，对吧？你要是说从压制上来说保平的话，雕刻也可以。对对，那破轮的话有可能会被按掉，实在不行咱们整个蜘蛛，对吧？虽然说这个图不好打，但是我攒攒丝也有机会。哎，讲道理，蜘蛛的话，月亮和当年这个两个木马跟你绕圈圈有说法的呀。对对，就是带追猎，然后抓完人就裹，抓完人就裹，是跟你抢节奏。对，看看吧，先知前锋一按，那这边看搬什么？很红，好吧，这个搬位很红，搬破轮吧，要不然，会不会反手直接把你红夫人按掉呢？哦，感觉来了来了，又开始了。我们这边这就是 X 二，这就是 X 二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吧，空搬好吧，空搬。就反正你能选一个，我直接不搬。他们是真的是把自己这条这个混乱邪恶的阵营这走到底了呀，就是。就什么叫以退为进，对吧？我就不整了。什么战术？没有战术就是最好的战术。太花了，这个套路太花了，太花了。爱玩啥玩啥，爱咋地咋地。哎，你还真别说，皮皮现在这么有点难受的，你空搬就把这个难题推回给你，对吧？是，佣兵一选，那结石拿不拿？拿了。哎，那按个祭司吧，按个祭司吧。讲道理，按个祭司好。可以按祭司，对。那看一下 X 座和后两手。不是，但是这样的话，你不搬你很难受啊！你速修也打不了，对对对，对吧？你猛男也打不了，这空军啊、还是中外空军，拿心理吗？哦，病患，病患的话，这个阵容真的就红夫人也可以，对吧？邦邦不太行，但是这个阵容像女巫也可以。是，我觉得可能红夫人更好一点啊，机械空军两个突破口，然后往保平打，确实。他没有那种能让红夫人特别难受的角色出来，对啊，你顶多一把枪，但是你一把枪打完了还能干嘛呢？对，还红夫人来了来了来了，皮皮线的红夫人啊！我突然想起来，当年也是这个红字辈出家，就是那个红。红蝶，红蝶，对。说实话，到时候也可以想去考虑一下练一下，因为红蝶现在是的，就是。你像东玄也上了，小城也上了，而且你发现效果还真挺好，有效果。对，这个角色说实话我觉得值得开发，少了就是你把一些干扰位给你搬掉之后，剩下一些飞天走地，红蝶是特别不怕飞天走地的，那么多的追击流监管，这个监管虽然说它的一个手乙比较弱，然后它的控场相对来说比较弱，但是它的追击是绝对绝对的天花板，是，尤其是说我们正式服改版之后，尤其是到了我们之后马上深渊开始之后，进入正式服版本，那个出刀前摇很快的那个红蝶，真的肯定有一席之地的。对，我觉得可以，大家都可以准备练一手。对对对对，不弱。你到了第三局这种局，你把那种针对你的那种先知啊、前锋啊一按，你会发现你的红蝶，哇，为所欲为。放你病患，放你玩具伤，甚至佣兵都可以放给你，你怎么溜？对。就什么先知、前锋、击球手给你一般，没有天敌了。对。那来看一下这一局吧，这一局一方是要一定要保平，对于 XOK 来说他们就要去想办法争三跑四跑。对，就 XOK 这一把如果能争到一个三跑的话，说实话是会
给 GL 很沉重的打击的，压力上来。对对。然后第三局又能反手，那万一我再给你翻回来，因为五比三很容易翻。对，而且他还什么，他还能吃你净胜，你知道吧？这 GL 是特别怕这个掉净胜的，不能被吞净胜、啊。对对对对，那看一下天赋方面，红夫人肯定是底牌挽留，求生者这边的话是三个化险为宜啊。是的，就让这个空军来带了双坦。对。好的，那即将进入比赛画面。本场比赛是由 GL 的监管者对阵 XROCK 的求生者，是由解说安将童话为您带来 IBO 现场实况解说。哎呦，天胡刷点是谁？哎呀不是，这什么人生的大起大落，就天时地利了，但人不合，就在一瞬间。哎，但是不对劲，结石也在附近。机械师的儿子第二撞脸点。哎，而且看到了，看到了，那还行，那来了啊，就感觉是想往这个滑梯上面去狗的呀。没事，这一个镜子一抬，这边的话应该是一刀有了，非常快啊，这个节奏。对，顺便干扰一下蒹葭桥上这一台。对，那这个比这什么淬火爪结石的节奏可舒服太多了。是，还要卡一下他那个狩猎本能。对，哇，低头，低头族，打了打了，欣赏一下自己的发型。是的，这话身位破得很近了，我觉得等一个镜子吧，等一个镜子就能带走，应该。对，稳一点等镜像。是。这边一个镜像，直接起，毫无办法。没有办法，太稳了。针对，对，这一局他的脸上就是针对，对，两个字写在脸上，针对。对，他这把的话，只要针对着机械师打的话，开门战闪现挽留的话，怎么地再留一个屏没有问题。击倒节奏非常快，好消息是，对于求生者的好消息来说，娃娃留在外面。是的，那可能密码机稍微快一点。这局直接逼救，可以让你秒救，可以让你秒救，就巴不得你救，现在是。对，赶紧救，赶紧救。这个镜子。好，抬可以抬，也行也行，就对，因为结石他不可能二六起来，是技能也在，他不可能、看有没有机会一进双刀。有说法，有说法，活不了。哎，可以，救得越早越好。是，这样的话再给一刀开二阶，开个二阶，然后投下干扰一下。是的，那这样逼迫到一查，他就不能控儿子。对。而且他这个阵容就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因为你界师倒得比较快，你后面一波还有一个空军成为突破口。哎，直接找到北林，找到了北林，快呀，快被拦下来，这边有机会打到的，这边能哇，这刀了，这一刀肯定有一刀，转一下，转一下，没事，还有说法，还是可以。哦 ，C 镜子结束了，对，那没事儿，那拦到一刀也是刷镜像的，可以，对，刷镜像的，而且这枪他不敢开的，反手进，来。不急，哇！直接拦下来了，那没说法了，感觉要结束了呀。对，手里闪现还在啊，这救不下来。确实，我觉得皮皮线这一波经验老道，好吧，直接是外围拦刀之后反身抬进。这个红夫人，你说他要四抓我都信了。是，密码机差得多呀，差了一台半。前面再逼救，要不要直接开？这换弹失误了。可以逼救，直接出刀，来或者逼换也可以，赶紧打两个，换也可以，两个。对，前面有把枪，这里的话甚至底牌谁？哎，你不救吗？让咱再多拖一会儿。但是你浪费这个时间，只有也是一个人。对，你主要你是花了两个护腕贴到脸上来的呀。而且你空军下下就不好溜了。对。这边的话，万一皮皮线选择，哎，我反正我不打你了，怎么办？皮皮线这边甚至有一个底牌直接切金身的一个说法。对，他不急的，他躲墙后面。是，哇，难受，这刀躲不掉呀。他站这个位置好刁钻，你往进都不可以，然后你往退你走不掉。对，你枪也交不出来这位置。哎呦，场面上还差一台半，这一局还差一台半，主要我感觉就三抓四抓了。对。这样在应该是要选择挂回鬼屋里边。这个红分节奏太好了，太舒服了，到目前为止技能都没交一交。对，对吧？你把你机子一按，我不开心了，我踹一脚，我也是四抓呀。是，看一下外面有没有人去，稍微去找一下界师的娃娃去。干扰吗？干扰。差一点，还是差一点距离。哎，
这边的话就给到病患压力，想让他秒救。剑家贴过来，这能没看到？哦，看到了，看到了，漏了个披风出来。对，不打了。还打？那这样打的话，这把枪也舍不得交呀，不敢交。主要是你没放进上，他不想开。对。但是你不开，你可能就开不了。对，还是交枪开了，直接兴奋，一刀带走。根本跟你不讲道理，把两个人先挂飞再说。是，对吧？剩下的人我留不留无所谓了。就皮皮线现在就是满脑子只有两个字：保平。拿下了呀！对，拿，只要保平就拿下了。这个人一挂飞，他们就直接收比赛，而且是争了两个晋升。对的，他就这个人，我只要挂飞，剩下两个人我哪怕不要了都没事。对。随便你们这个签字。对，还剩最后半台密码机，那皮皮线这边还要出来找一下。这一会儿的话，应该是心态是特别能放得很松了。搞个四抓，搞个四抓。是，这个往往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操作会更流畅一点。就紧绷的一根神经稍稍放下了一会儿。我总觉得这种时候他就因为舒了一口气嘛。对对 对可能操作就没有说那么注意力集中了。对，而且往往这个时候可能会更丝滑一点。对对，就说我可能打得很放得开，对，很放得畅，是，但是不一定我百分百精准，但是无所谓了。对，嗯，就现在想的是什么？现在想的是晚上要吃鸡腿还是吃鸭腿。嗯啊，就奖励一下自己。对，找一下，找到了。近转一下，定个位吧。听到，听到了。那最后一个呼唤，转过去吧，转过去。应该要走路避一下。是的。不过那边最后一台机也在起。是新起半台。我觉得就是追一追，把道具一逼，反手投病患。对，也可以。他主要是这会儿反正兴奋也切了嘛。失效这边也很稳啊，也很稳啊。对，道具护腕就是不交。啊，要投病患了。投一下吧。来，哎呦，但歪了一点点。是，剑家这边是提前走，能逼掉这个钩子吗？感觉逼掉了。逼掉了。哇，直接上站台。好远。他这个地方病患的操作其实跟杂技有点像的。对，但是皮皮现在也很聪明。是。他转的这个位置的话，直接让第二个钩子得交了。最后一个钩子不好交。挡住了。可以，可以。他是这样的吗？等一个镜子，等一个镜子。说话，我病患玩的少，我，你不要骗我，怎么是这样的？对，病患其实贴着你监管者的面去勾的话，是容易被监管者的魔晶拦下来的。他是会被挡住的呀，我记得。但是他这是，就差一点吧，差一点吧。轻功，练了轻功。对。外面密码机的话，补的已经差不多70多。等一个镜子时间的话，感觉密码机能压好。感觉能走一个，对对对。对，主要是你手里这边也是一个兴奋啊，没办法快速击倒。对，他现在的话就看交不交这镜像了。如果说不交的话，看门战要秒兵换。觉得对，还当成正规实战去打，这个镜像不交。但是你不交的话，你怎么击倒他很难。嗯，没事，他可以投点过板，他可以投点过板。不是真的，来了，哎、投点过板直接亮，但手里还有镜子。是的，前面有个滑梯，没事。没有选择走这个滑梯。那上高度的话，你走路走不好走啊，不好走啊。哎，就是扭了一下，这个板子下的话，给到身位了，直接一刀带走。不能跟镜像下板子。对。不太没办法了，因为这个位置没有卡板的地方。对。那佣兵这边点完门，可以走一个，还可以。那镜子 CD 也没好，应该是失效药这边稳走，没有问题。是，这一把就保了一个失效药的一个逃生率。哎，天时地利人和来了，前期找到结石，是，对吧？然后又是一波成功的拦截，对，漂亮。那也让我们恭喜 JR 拿下了这一场2-0，干脆利落。对，就这一场的2-0，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关键，就是继续手握这个希望火种，继续打下去啊。就这个火炬现在算是续上了，续上了，得续上把这个火续上了。那么就看他们下面，他们怎么样去接力，怎么样去再去跑，还是得赢，不管后面对手是谁，还得赢。对，就哪怕说最后一场要打斗舞，也是得赢下来。对对，然后的话再把这个看一下对手。把你名字一遮，对不 对？大家都是职业哥，我怕你怕什么？就战队名不就是个名字吗？对吧？是。皮皮现在很高兴啊！皮皮现在这个手一背也有点，对对对，也有点是老干部感觉，你看手一背啊，没问题，没人笑着啊。确实，可以，对。就能看出来他们的一个喜悦是，
洋溢在这个脸上的。对对，虽然说可能我们从战队整体氛围来说，可能GR是偏向于那种就是比较稍微有点内敛的、文静，哎，他不像就是撒欢的那种，那种狂欢的，他们不是。但是就确实也是很高兴嘛，因为毕竟说这一把2-0拿下很关键。大家风格不一样，对，你有的队可能你赢了进去，直接夸就要把你抱起来了，对，要把你扔天上去了。是，他们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脸上都是挂着笑的。对，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虽然说他们竞争对手朱雀上一把对吧也赢了，但是哎。这家发现哎我2-0我两个净胜，对对，他们现在差的什么，就差一个胜场，差一个大，但是他们后面还有两场比赛，是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两场比赛都能拿下的话是有机会反超，还是有机会。对对，就虽然说的话，虽然说现在朱雀仍然是个领先，而且朱雀还手握一个主动权，对，但是我们说有时候你手里捏着希望的时候比什么时候都幸福，就是这一场打完就我们所有人都在看乐子啊，对，全世界都很高兴，但唯独朱雀这边哎难受，有压力了，就还是要把这个继续把这个悬念留到最后一周，确实，对对对，加油！今天感觉讨论讨论呗，我们这个最佳演绎给到谁啊？我觉得其实可以从求胜这里边去看一下，确实，对，感觉今天的一个主要是今天 GR， 我觉得不管是皮皮线这边还是说求胜者这边四个人都是全民皆兵，你能看到说今天 GR 也是打出了和昨天前几天完全不一样这种侵略性，是，就他们这种对胜利的这种渴望的感觉是很强烈很浓烈的。你想，我感觉是谁，就是第一局对吧，首先是吴昕这边牵制特别久，那第二局呢可能就是空降这边是过了特别久，我感觉可能是从这两个人里面也可以，对，其实包括我觉得仔仔的两波前锋的撞也很关键，确实，对对对，确实确实，因为今天毕竟是求胜者这边两波三跑拿分嘛，结果者这边来保平嘛，非常不容易啊，就是求胜者这边能卷一个对最佳演绎，但是我觉得啊，我们就是猜一下他们的心思啊，我觉得这一会儿他们谁最佳演绎他们真的无所谓，真的无所谓，无所谓了，就只要是这个战队全队赢下来了，2-0拿下了两个净胜拿下来，哇，这真的是比谁拿最佳演绎都感觉是那种大哥大嫂过年好，让我们赢吧，对吧，对对对，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这个季后赛名额要没了，他们甚至说哎没事，我最佳演绎我颁给教练吧，没关系，我们只要赢，对，这种感觉。就如果说可以用最佳演绎来换取胜利的话，颁给对面都行。是的，是的，是的。看一下本场的赛后数据啊，那 Xrock 这边首先一查的机械师破译77%，然后牵制了47秒。北离的空军是破译一台，牵制了48秒。失效药的佣兵破译234，救人一次牵制了63秒。肩胛的病患是破译172，然后砸板命中一次，救人两次，牵制了115秒。那皮皮仙的红夫人是命中13次，恐惧震慑一次，击倒了8次。其实从 Xrock 这边来看的话，其实他们这一把确实很难，因为首先这个刷点的话太烈了。杰斯，本来以为你在安全的地方，没想到，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上台之前，对吧？就刚刚我说这个，刚说过，茶哥对于这个杰斯的怨念，其实我们跟你们讲，一茶刚刚就在后台，他看的也是月亮河，对，然后就是那一局杰斯撞脸点，对，他在台下说了一句，这张图我跟你们说，就不要选杰斯，你一选杰斯就撞脸点。他当时是拍着腿在那说，我跟你们说，月亮河不能拿机械师，对，但他这局上来就选了个，他用这个实际行动告诉亲身经历，哎，来告诉我，告诉你们确实如此。GS 不玩，对，不玩。就而且我们说，为什么说狮子龙这个刷点它是个天胡刷点，是因为说你不但说有一个终点的人被架在这个位置走不掉，而且你万一不行的话，你马上侧手边左手边还有一个位置，这两个人都不好牵制的。对对，就比较有意思什么，就那一把 GS 是刷在起点撞脸点，这一把他刷在终点撞脸点，终点撞脸点，就两个月亮和最监管者最糊最糊的刷点了，确实，对。不过提到杰斯，我感觉目前版本下，因为杰斯又经过了一波调整嘛，对，感觉现在的一个登场率确实就大不如前了。是，就是甚至是有时候监管者说我不搬你机械师，我放你机械师，你愿不愿意拿？对，也是可以的。就又牵制不动，修的又慢，然后呢又容易撞脸。是，哎，不玩不玩不玩。对，他赢在一个人娃分离的一个分开修的一个机制上面嘛。他这个机制是一直很特殊。对，这个机制只要在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席之地。确实，是说从一个团队配合的一个体系上来说的话，可能说没有机械师，整个体系更灵活一点。对，而且你更要求你更为精密的爆点，就是说你要在四个人开的时候，你玩机械师还是很厉害。是，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在
我们平常一个排位里面去选，很容易会因为信息不足的而导致你这个角色的效果发挥不出来。是，就我们说为什么有时候之前的话说囚徒它的优势在于，首先我有一个电可以自保，其次我能远程补电。为什么说邮差那么大热，就是因为它除了破译速度不慢情况下，它还有一个自保，有一个辅助，所以它有时候很多情况下它要比机械师更灵活一点。对，你想我们平常比如说排位里面两两双排，对吧？对，那这边一个人选邮差，我直接给另外一个人送地窖信，哎，好家伙，我们四个人地窖全排完了，都知道了。 对，就是在这个信息上面的补全和全方面的一个辅助上面，邮差真的很强。没错。所以说的话，很多考量吧，都是他们战队自己去想。你包括可能到了我们后面总决赛环节，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我们没有未曾想设想的一些道路，确实，对吧？对吧？这你就像今天，其中我们前面有一把，对吧？红教堂，我们经常都说是什么？你一个牵制位翻进窗，前锋棒撞一波，见多了，对吧？对。今天他们搞的什么？我从窗边经过，窗里边一个人自身手满蓄力一球给你打退了，对吧？确实，这种都是我们没想过的呀，对吧？确实。然后包括一些角色嘛，你想，是今天也鹿头也上了，昨天杰克也上了，对吧？那下周什么约瑟夫、什么苏珊、什么黄衣，还会远吗？也是都有了呀，对。对啊。哎呀，整起来了，很有意思。这也是说明说每一个角色他都是有一个自己能上场的一个机会，有一个话语权的。只要说你这个熟练度够高，对吧？是，就是你要，就是每一个角色他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对，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作用一样，对。哎，你要找到属于这个角色的位置，要找到自己能发光的地方。对，就是我们是有时候说。经常说，哎，版本强势是哪些角色，对吧？但是永远不要忘了，还有一些叫信仰玩家、绝活哥的，对，榜前的话，他们的分数也不低，对吧？是，是，他们能凭借一个角色去打，那就说明这个角色把商业拉出来之后呢，你也没有那么好对付。是的。那说回到比赛的话，确实是这一场2-0之后啊，也是继而是把最后这个悬念真的是要留到最后一周，确实这种感觉。现在什么？现在刚刚可能一只手爬悬崖，现在两只手上来了，那个另外一个手用上劲了，对吧？探个头上来，哎，看看能不能继续。那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最佳演绎。哎，红布一掀，看看是谁，来了。给到了是吴昕，对啊，给到他的一个心理学家啊。哦，毕竟他第二局的心理在最后扛住了大压力啊。对，那可是顶着挽留在六啊。对，高压之下最终帮队友拖出来，甚至差一点四跑。是的，那破译轮军演一分10577，破译进度63，以及牵制时间172.32秒，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对，心神了现在。是。牵制也稳，对吧？然后他救人也稳。对。就很励志，好吧？那我们也是话不多说，把镜头给到主舞台进行本场比赛的赛后采访。Hello，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曼妮。首先恭喜我们的 GR 战队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现在在我身边的是来自 GR 的仔仔和吴昕，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 GR 的仔仔。大家好，我是 GR 的吴昕。欢迎两位呢，今天也是胜场也到手了，净胜也到手了，非常不错嘛。那看到你们在赛前的时候，其实就因为今天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嘛，感觉你们真的非常想赢。你们赛前的时候心态是什么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感觉心情如何？赛前就挺轻松的吧，挺轻松的，放轻松的。虽然是个不能输的比赛，但是也不能有太大的压力啊。就说要表现得更好，然后说让自己的状态放松，然后打出一个更好的操作。那刚刚赢下了比赛之后，就镜头给到你们的一个备战间，好欢乐。你们打完了后，感觉有没有心态会放松一点点的？压力更大了吧，因为这样子毕竟有希望了。就你们的那个心态是跟我反着来的，是吗？就打完了之后是觉得说，就之后可以再更上一层，然后说之后的比赛可能还在紧张的筹备中，然后我相信你们在下面之后也会不断复盘，不断的做得更好嘛。那今天感觉不仅仅是运气，你们确实实力发挥出来了。因为求生者这一边2局3跑，感觉都是，而且每一局都是有四跑的那个感觉。你们这段时间是经历了怎么样一个调整呢？就感觉队伍的一个状态啊什么，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想进季后赛的话，首先3连胜肯定是必须的，然后肯定要大胆去打嘛。是的，确实今天感觉你们真的每一把都太想赢了，就太想拼这样一个四跑了。哎，想问一下你们今天打完了之后评价一下队伍的今天表现吧，感觉怎么样的？就今天表现如何，打个分啊什么的。两位怎么这么沉默？
表现都挺好的，除了有人没操作过来啊，如果操作好可能两把就四跑了。那仔仔呢，你要发表一些看法。都挺好的吧，就是有点小缺陷啊、有一点点小缺陷，就回去之后再不断复盘不断努力嘛。而且感觉就仔仔你现在拿到这样一个前锋之后状态整个不一样，今天在第一局的时候你那个救人然后几波撞都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你其实是从牵制位转到这样一个前锋位，感觉有什么不同吗？有什么感想？因为真的现在发挥的好亮眼啊，这个前锋。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吧。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其实就是前锋是一条光明之道的，是对你来说真的是发挥的非常不错，而且给监管者很大的一个威慑力。那今天第一局一上来的时候，监管者追了吴昕的佣兵，想问一下吴昕，你当时是想怎么牵制的？因为其实监管者一上来就追佣兵的情况不是很多哎。我一上来就想着怎么死了。是吗？那你牵制了很久，你能不能跟我分析一下思路？你难道是说一上来就我已经想着怎么倒了？上来就想着怎么死了，但是误打误撞就溜了很久啊。误打误撞，今天不是运气好了，今天是咱们开发了一个新词，误打误撞了。哎，那你们最后感觉你们有在不停的拉扯吗？也真的好想四跑，然后不管是点门啊、救人啊，你们一直在来来回回拉扯。你们跟我们分析一下，当时你们是想怎么样通过你们的一个决策进行这样一个四跑呢？因为我伯妹还在嘛，就想着如果人倒门旁边的话，我们可以掏伯妹冲门嘛。但是中间出现了一些小差错，就导致四跑活不了了。最后还是有点小输，而且对面监管者有防这一手，特地挂到地下室嘛，然后就是让你们这边断了这个念头，想留一个下来。那你们今天第二局的时候是换上了空老 C， 你们是想打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因为最近空老师就是有一股劲嘛，然后他想爆发出来，然后就给了他一个机会，给到了空老师机会。仔仔，你评价一下今天空老师的发挥吧。就是。很不错，很不错。现在相信现在孔老师在下面看到也是很开心嘛，就对他的一个认可。而今天确实第二局发挥的那个空字就是发挥出来了，确实是让鹿头那个勾空了很多次。那今天也是第二局弹幕最多的打法，对面掏出了鹿头，怎么回事？咱们现在重逢之时就各种角色都出来了。当时你们在上面的时候讨论感觉很热烈，你们在说什么呢？可能是他昨天偷看我排位了啊！我昨天排位被鹿头吹得挺惨的。昨天有没有就是昨天你的一个排位情况什么样？就遇到鹿头是？然后本来是个稳三跑的局，让他秀平了。然后今天其实是可能是昨天就经过了一些复盘之后，今天你打鹿头打得很好，特别是最后的那一波牵制，你当时牵制是怎么想的呢？就硬拖时间嘛，然后给了一个机会啊。就想办法博四跑嘛。想办法博四跑。那其实最后仔仔那个撞，如果说撞到了，感觉这个四跑就有了，但其实还是很不错的。那你们觉得今天第二局就哪一个点会比较关键一些呢？因为监管者是一直在换节奏嘛。都比较关键的，因为谁都不能给机会嘛，给机会就，因为鹿头开门战还是挺稳定的嘛。说都不能给机会，就是说不能露出一点破绽。如果说这个破绽被抓到，可能是越扩越大。那么你们下面的比赛也是，就是不能输，也是不能给到破绽。那也是相信你们，不管是队员啊还是粉丝，都是需要鼓励的嘛。你们最后有什么话呢？想要对自己或者队员说的吗？就是希望后面的两场能打得比今天更好一点吧。比今天更好一点，就把这个破绽给它填上，没有破绽。仔仔呢？争取进个季后赛吧。也是希望你们之后可以表现得越来越好。那也是感谢来到我们的采访席，也是再次恭喜我们的尖儿战队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今天最后一场比赛由 Reborn 对阵微博，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是有大陆吗？有，我带2.5战要肩吧。我今天要跑很远，我要跑红马。啊，把你顶撞，把你顶撞。没事，十一刀，我直接上车了，我直接走车了。你撞车了是吧？撞车条啊？不用修，不用。他撞摸之后，你要救人，前方只能救人。2.5有洞，来弹吧，一刀斩没了。在哪溜？完了，能走吗？哎呀，不急不急，还是上挖飞吗？上挖飞。行吗？没球吗？别看这边行，我后来我帮你，如果你能吃别到就进走，我来帮你扛。我只有把热带上车来了，去叫你去点站台，保你上车。
还有闪或者有踢。那这样兵荒休电吧。算了，我都已经到一个了，救不了，救不了，救不了。没事吧？精神。切的精神，带的不是精神，切的精神。切的精神。切的精神。对。